大家好，我是小田，今天要来讲解的是 CoinEx 交易所。那 CoinEx 在 CoinMarket 上面排名全球前100名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上 CoinMarket 去看他们的相关资料。那 CoinEx 目前正在推广中。希望大家可以先了解到有这间交易所，然后他们也常常在举办活动，期望未来能更进一步让用户们更安心，以及排名更高。那他们在里面的功能也都非常完善，一样有热门的币种，还有一般交易所的功能，他们全部都会有。未来他们也会推出更多的新活动，如果想要了解的人都可以上官网去了解他们最新活动。那所有的相关资讯、相关连结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千万不要点击陌生人的连结，以防被诈骗。那本期影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所有的加密货币都是属于高风险，入场前请谨慎评估。那我们就一一的讲解他们的最新动态。这次的活动是为台湾地区所举办的活动，在8月25号到9月25号为期1个月，将会准备100部的计程车到台北的街头乱乱窜，所以现在在台北的人有福了。那其他地区可能就需要碰碰机会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到了台北，记得观察一下四周，看看有没有 CoinEx 所投放的计程车广告。如果有，就可以直接瓜分1000块美金。如果今天是30个人参加，就等于每一个人拿到30块美金，等于1000块台币，爽爽拿。参加的办法我也贴在这边，只要你看到计程车，并且拍照，然后上传至 IG tag CoinEx 一撇 CN， 还有标记 CoinEx 台北站，然后将你的证明传给 CoinEx 的 IG 小盒子进行核对，并且一定要注册账号。那所有的相关资讯、相关连结都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千万不要点击陌生人的连结，以防被诈骗。那奖励将会在活动完成后的2个礼拜后进行发放。这个就是他们的最新活动，而且不需要入金，只需要碰一点运气，在街上稍微看看四周，拍个照，就可以直接爽赚美金。那这个活动就欢迎大家安全的无脑踊跃参加。不想要错过活动的人，记得赶快手刀在影片下方资讯栏连结进行注册，然后一定要使用我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才可以有参加的资格。那里面还有包含了理财功能，如果对于理财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上来看一看，那里面都有他们的年化报酬率，以及在这边也可以法币出入金，如果只有法币的人在这边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汇率。同时他们也有提供储备金证明，那如果对于安全性有疑虑的人也可以看他们的审计地址，还有看他们的储备金、储备金率。好的，以上就是 CoinEx 的简单讲解。如果这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，记得不吝啬按个赞、加6个言，保持善的循环。感谢你们，感恩的心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Yeah!